他说他跌倒的时候，那个椅子还是坐在椅子上哎、啊，他还坐在椅子上，躺在那里，椅子还这么严重，所以他们安全带其实都系得很好，是整个飞出去，你连椅子都飞出去。他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子。前天是跟爸爸妈妈他们出去玩，对啊，很开心，还想跟学校请假。他不知道这种事情的，而且他说他跌倒的时候，那个椅子还是坐在椅子上哎、欸啊，他还坐在椅子上，躺在那里，椅子还这么严重，所以他们安全带其实都系得很好，是整个飞出去，你连椅子都飞出去。所以当时你们是有知道说他们是大家都有系好安全带是不是？有啊，他有系好安全带啊。他说飞出去的时候，那个安全椅子都还坐在椅子上哎、欸，不知道怎么搞得那么严重，还情绪还没办法恢复了，没办法恢复了，不知道到什么时候。那么善良、那么活泼、那么孝顺的小孩子，都大学了还肯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。他这次有没有跟你们说怎么？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去，他平时也会，但是这一次就是很高兴，还要跟学校请。我出发前还问他说：“你不用上课还可以出去玩？”他说：“跟学校请个假就可以去，因为他礼拜一本来就没有课。”